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CBA 常规赛十九轮五加球第五球，许宗豪、张飞秀花助攻大邱啊！许宗豪充当起后卫了吗？非常的漂亮哦，看一下这个球 ，Very beautiful 啊！第四球，菲尔德突破，哎呦，躲过防守，一个上篮得分，轻松打进哦，潇洒写意啊！把马力一加，一下子把对手给过了哦，小跑车啊！第三球，易建联，看一下易建联。哦吼，大帽，天气冷了给你来个火锅呀，就问你爽不爽啊，江雨欣，挑战大哥可不是开玩笑的呀。第二球，赵继伟抢下后场篮板，长驱直入助攻，哦呦，漂亮啊！看一下这个球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啊 ！Very beautiful 啊，这个球。第一球，陆文博，林孝天四分卫传完，陆文博，哎呦，高高跃起一个机器暴扣啊！直接就是一个高高的跃起暴扣啊，非常的漂亮，还有这个传球也是非常的到位啊，五加球之手啊，果然名不虚传。